就是这一颗，一起来战斗。噔噔噔噔，这种很整人哎，我们每次都跳错边。哎呦！大家好，我是老秦。今天呢是打6:35的比赛，那现在时间是3:30。那今天乐天女孩也有中场表演哦，所以等一下也要带乐天女孩排练中场。那目前的球赛呢已经进行到了下半季，乐天女孩截至目前为止已经跳了超过10首的舞蹈表演。哎，听起来很多对不对？但其实我们跳的应援曲更多，因为每年我们都会新增超过10首以上的应援曲，累计至今就已经超过100首的应援舞了。那说到应援曲呢，今天就来跟大家聊聊应援曲里面的呛死曲。不管大家知不知道应援曲是什么，我今天都来跟大家科普一下什么是应援曲。应援曲呢，顾名思义就是我们为球员应援的曲子，不管是为球员应援还是大局应援，我们都统称叫做应援曲。那呛死曲又是什么呢？先来跟大家说文解字一下，呛死呢就是英文里面的 chance， 只是日式发音 chance， 所以我们也直接翻译就 chance，意思是机会，机会来了。那也因为机会来了，所以呛死曲的曲风呢就会比一般的应援曲更来的热血，节奏也更重更快，那是用来提振球员士气以及现场氛围。所以呢，当我们在场上应援团团长看到场上有人上垒或者是变大局的时候，哎，机会来了，这时候团长就会跟 DJ 室下指令，立马播放呛死曲，让这一股气势燃烧。那这个时候呢就是球场最嗨的时刻了，最热血最紧张的时刻就在这个时候。那大部分的这个时候呢，球迷也都会跟着站起来，跟着我们啦啦队一起应援，为的就是把我们10号队友的力量带给球员。 OK， 那趁现在呢也跟大家分享一下我都是怎么编呛死曲的。因为呛死曲跟应援曲呢曲风不一样，所以在舞蹈的编排也会有一点的不同。那在舞蹈上呢，一般应援曲我用的舞蹈力度就不会那么大，因为我们的应援曲非常非常的多，像女孩在应援的时候会非常累，但是一旦机会来了，呛死曲一出来，哎，这个力道就不一样了。这时候呢我们的力量就会比较大，而且我们会多用鼓掌或者是拿加油棒敲打来带动这个节奏，让这个呛死曲更热血，力量更大，这样也更好传递给球员。陈俊秀上场咯，他现在已经是999安打了，搞不好今天有机会千安，加油陈俊秀。刚刚陈俊秀差一点点，现在是3-0，然后比数是2-0，我们落后2分，但是没有关系，才刚开始没多久嘛。可惜没拿下分数，但是没关系，我们下。
长 Abby， 又多此频道。哎、欸，小新很久没有在主场拍影片 ，Abby 好久没有多此频道。Rina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你自己最喜欢的呛死曲是哪一首？我最喜欢罗德那一首，罗德那一首超有趣，嘿，嘿，啊，谁谁谁，啊啊啊，哒哒哒哒哒哒，超爱那一首，有那一首是确实蛮有气势，我很喜欢，是比较早期，但是非常有，哪一首印象最深刻？当然是你今年变成这首喽。啊，今年下半季的最新的最新的最美 MC 木野，你的那个的拉弓箭那一首，我觉得还蛮有气势的，其实蛮多人喜欢的，他跳起来也是超级有感，就是要超有 power， 然后力量传达出去给球员，没错。Abby， 你最喜欢的呛死曲是哪？呛死啊，嗯。哦、不是，这是别人家的。我以为我还是比较喜欢胜利飞船。如果大家仔细发现，我第一首 Q 通常会是胜利飞船，因为我觉得很好带。就是、没错，拍手拍手，然后往前推。对，然后口号的部分，因为我其实比较希望大家跟我一起呐喊，这个气势才会起来，所以我很喜欢第一个会做一些比较简单的。嘿，大家先把气势带起来，然后我们再切比较很复杂的口号。乐天桃园大胜，大胜乐天桃园啦。对。这两首都背起来了，太棒了！大家最喜欢哪首呢？欢迎留言。三局刚结束，等下乐天女孩呢就赶快换中场服装，等一下准备中场舞了。那这时候来跟大家聊一下，哎，呛死是怎么来的？当时呢是我们Lamigo桃园队跟日本职棒在交流的时候交换来的，只是当时的日本呢是用大鼓啊小号来吹奏， Lamigo桃园则是用电子音乐来呈现，改变了交流的硬的文化。而且这个呛死曲的进化是从我还是啦啦队的时候改变到现在，因为我真的有从没有呛死曲跳到有呛死曲，甚至是到现在的舞蹈总监编创呛死曲，哇，这也算是另类的见证历史。因为有了起头跟改变呢，在那之后各队就开始有了属于自己的呛死曲，直到现在呢各队的呛死曲也都非常有特色，而且每年呢各队都会出新的呛死曲来带领新的应援球技，不只是更热血的为我们球员加油，也是拿来压迫对手最好的曲子。五局中场准备开始咯，问一下菲菲，你最喜欢的呛死曲是哪一首？呛死哦、嗯，你想听真的的吗？好，球场，球场，球场我最猛，球场我最猛，球场我最猛，会冠军之王的，来就属于我。久远了呢、欸！啊，我就以前来的、啊，怎么样、啊？我们Lamigo时期的，慧慧也算是一代啦啦队员之一耶。印象最深刻，应该是就第一首吧，我们最早的那一首，那个什么、啊？噔上去。应该是吧？噔。哎，这是什么歌啊？拍手比较轻松一点的。因为我觉得他很有层次感，然后大家一炸炸弹出来的感觉。真的假的？林子伟的应援曲，他就是朝着呛死曲在编的。对，新的那个也是，那个也不错。啊，是新的，那个也很好。乐天最强。我们最喜欢的呛死是超越梦想。超越梦想，对，我始终。不是，而且你为什么手先？喊的像在喉咙里面冒泡那种感觉，回放一下，超好笑的。但
是就是希望以后就是手部动作少一点，没有这种呛子，就是给他跳起来，不然怎么叫呛子？那就是年纪不要再长大了。但是海盗，如果是我的话，我也蛮想跳，因为我蛮想瘦手背的啊，没错，而且那手背很酸，那一首也特别特别的嗨。我喜欢胜利飞船，因为我都会带动大家，就喜欢这种吼吼吼吼，嘿嘿嘿嘿，带着大家呐喊，对，就感觉很有气势。哦，第二首呢是我很喜欢那个音乐，但是很累，胜利飞船。太累了，下次你会编一种那个就是歌曲很澎湃，然后我们动作可以就是那怎么澎湃？你告诉我，球员怎么挥得出去？走开！所以总监你自己最喜欢哪一首？最喜欢那个这个。就是这一颗一起来战斗。真的，哎，这首很整人哎，我们每次都跳错边。哎呦！大胜大胜！我最喜欢这首。接下球赛继续加油！不管狂风暴雨，我绝不怕邪恶强权与你风中迎接未来。这首歌呢？
开心的就是今天拿下胜利。